假如学生给老师布置作业，凌晨三点了还不睡，作业还没写完，这作业比我还高。哎，我写到早上也写不完。王小丹，你敢不完成作业？我太困睡着了。借口，你同桌能写完，你写不完。对，我写完了。通知，今天开始作业由学生给老师布置。开什么玩笑，大好的机会来了。听话，手下留情。老师写1000本练习册，这么多？不懂。你以前就这样对我的？那我也是为你好。我也为你好。再加10000字作文。臭小子，过分了，还凶我。再加500本练习册。错了，我闭嘴。该我了。手下留情啊。没问题，我有多少根头发来数。这什么作业？我说是就是。老师平时对你不错，重新换个，不换，算你狠。12345888999999，2小时后，999999，100万，这么慢，数好了吗？一共100万根，勉强及格。我数这么久，才及格，那就不及格。别，我说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臭小子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你们都太欺负人了！呜，学霸，帮帮老师。好，老师写作文3个字，不愧是老师的好学生。切，拍马屁就你厉害，我没有。你个学渣，闭嘴吧。切，该我了。完了，你给我布置什么作业？你猜，你肯定不给我布置作业。想得美，写10万本练习册，10万字的作文，300张卷子，这么多，还有10000遍的默写。臭小子，你想挨打？还凶我？我告诉校长去。哎呀，老师开玩笑的。嘎嘎，这还差不多。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还有我？你谁啊？我怎么不认识？你给我布置的作业，我1年都没写完。你是王二狗，1年没来上学，还不是就怪你？我作业还没写完。同学，手下留情啊。没问题，你把圆周率3.14后面的数字都念出来。我的天，比我狠。那当然，我得念到猴年马月啊。老师，开始吧。呜，这一群学生太坑了。假如地府是酒店，哎呦，这就是地府啊！地府酒店欢迎你，您住第几层？要不是18层都行。我看看，有1层、2层、3层，这几层都行，都住满了，只有18层空着。不行，往上挪一挪。你做过什么好事？看能不能安排一间好人房。我扶老奶奶过马路，给人摔了个下半身瘫痪。帮助理发师给顾客剪头发，把顾客耳朵剪出去，赔了10000。我见义勇为，撸起袖子冲过去了，然后1分钟没撑过去就到地府了。我原来都没做过好事。你对朋友不错。那当然。你朋友对你不行。假说，我朋友对我很好。不信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说来话长。别寒暄了，地下1层总统套房和地下18层你们去哪个，然后在文件上签个字。二狗，我是地下18层。不行，你从小身体不好，我身体杠杠的，我去住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我去签字。好吧。想住地下1层，不可能，他是我的。王小呆入住18层，王二狗入住地下1层。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了，王小呆，我受不了那种苦。咱们是好朋友，骗我？谁跟你是好朋友？你什么意思？谁让你什么都比我好？我最喜欢的小美都喜欢你，你家比我有钱，老师也更喜欢你，你凭什么得到这些？原来你没有把我当朋友，从来没有。地下18层待着去吧，我要跟你绝交。无所谓，快送我去地下1层。哈哈哈，你能好到哪去？什么意思？地下1层住的全是恶魔？怎么会这样？那18层呢？人间啊？不是吧？我要去18层。讲得美，黑白无常送王二狗去地下1层。救命啊！小子，以后交朋友长点心吧。假如大耳光飞扬鲜花，老板来辆法拉利，需要500万，这车我还在介绍呢，哥，定了，哥分个7杯，不分有钱，我马上给你提车回来。咋了？给车镶个金，再换个进口音响。哥你轻点，我脸疼。捐款开始，看我如来神掌，才捐了0.5元，我这么瘦，肯定穷的吃不上饭，没力。一边去，下一个，我来。这力气好，捐了100万，捐多了，还我50万。捐款没有还的，走开，我来。哎呦，这巴掌真够疼。那是，怎么是0钱？你居然用老头了，坏了，快跑！老板，给我15手机咋卖？5880，马上带回家。你买了，这么豪爽啊！再来个钻石手机壳，再贴个黄金膜。别打了，都送不花钱。没事，哥兜里有钱。大家学会交易一下。我来，不够，继续。我打，还是不够，你就不能一下子给完吗？哎呦，这回够了，下一个该我了。一次性给够，别磨叽。没问题。哎呦，你把这几年的学费全交了。哎呀，给多了。打劫，把钱交出来。没钱，你一定给我一巴掌。行吧。还1毛钱，用那么大气干嘛？那我许多大劲儿啊！你准备好，我勤勤示范。哥，我打了1000块，我跑。别跑，把我的钱还给我。你来追我啊！可恶，看我不揍你！哈哈，你追不上，略。哎呦，臭小子，看你怎么跑！大哥，我错了，完了。哎呦，呜，臭小子，钱还给我。给你，呜。假如他耳光可以当钱花，我来取钱。取多少？5000，取多了还回去。不多，多的是利息。那我再分2000。哎呦，打劫！你干嘛？把钱交出来，不然揍你。我没钱，不信快给我。真没有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过来。哎呦，我让你不给钱，我让你不听话。我钱哪？我有钱啊，快跑！妈咪是老爸汉堡，这看着一般啊。你看我也能一般吗？来一个我尝尝。先给钱。哎呦，给你。味道不错，再来10个。先支付。好嘞。哎呦啊，您的汉堡。满意。商店所有东西包起来。小子，你买不起，让你包就包，哪那么多废话。行，请支付180。好嘞，正好手痒了。哎呦、啊、半个小时后。哎呦，够了，我还没支付够呢。再多给，我要不起，东西给你。明天我还来。不，千万别来了。我回来了。你谁啊？救命啊，家里进贼了。你才是贼，这是我家。不可能。不好意思，爸，快把他们赶出去。闭嘴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爸，怎么回事？没钱交房租被赶出来了。你不是说买的房子吗？租的。你太坑了，我就要这房子。咱没钱，叫房东过来。你叫我这么快？这房子我要了。你买不起，我打。哎呀，不能买的。你太有钱了，叫他们出去。好嘞，你们出去，您请进。
你进来干嘛？出去。儿子，你太厉害了。假如可以复活一名名人，复活秦始皇，复活成功，谁召唤我？是我，我太崇拜您了。这话我喜欢，秦国送你了。秦爷爷万岁！你们以后都得听我的。傻子，现在是21世纪。完了，梦破碎了。复活科比，原因成为汤大耀的篮球明星。复活成功，我怎么在这？偶像教我打篮球，没问题，接住。哎呀，好疼！你不行，没篮球天赋。你教教我就会了。不行，我要回去。好累。凭什么让我偶像回去？他有选择权利。该我了，你复活谁？复活罗伯特。没想到你这么爱学习。还行。复活成功，谁召唤我？我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我有粉丝了。给你礼物，这什么？十本练习册。可恶，跟我走。救命啊，我送你去外太空。不可以，我是你的偶像啊。做梦，你才不是。看你怎么发明作业。老师，救救我。走你。哎呀，来晚了一步。这一个复活爱因斯坦，原因不告诉你。行，复活成功。这是哪里？不重要，收我当你的徒弟。我不收徒，求求你了，让我给你洗碗拖地，我也愿意。行了，你起来，我答应。落叶，爱因斯坦是我师父了，恭喜你。我复活李小龙，原因你不知道原因。废话，我怎么知道？给你表演一段。臭小子，你打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复活成功，这是哪里？小龙哥，教我一拜。你这是干嘛？收我为徒。没问题。师父，教我双截棍吧。没问题。一边去，你们俩打到我了，快跑。假如汉堡会说话，买汉堡嫌我好吃，我高级，我最好吃，还有什么优点？我进口的，我划算又好吃。你昨天我吃了，我香辣的，我是甜辣的，我不能吃太辣，吃甜辣包你满意，就你了。老板买单，10块钱，这么便宜肯定不好吃，我可是畅销单品，相信你，来一个。好嘞，来慢慢品尝，怎么样？真不错。老板，还有汉堡吗？自己选。你们谁最好吃？当然是进口汉堡，我不吃进口的。那就来点香辣的，麻辣好吃，甜辣才是极品。不喜欢吃甜的，我就要香辣吧。算你有眼光，走吧。老板买单，5块，好便宜，再来100个。好嘞，这下可以吃到爽了。老板买汉堡，自己选。给我一个与众不同的汉堡。我是进口的，最与众不同，香辣才独特，进口汉堡才是王者。真的吗？那当然，就你吧。老板结账。100万，这么贵，进口汉堡肯定贵。汉堡刺客，我不要。咋又嫌弃我？你们三个跟我走。一共20块，还是普通汉堡最好吃。那当然。先不懂欣赏，你被开除了。凭什么？你太高贵，我卖不起。知道我高贵就该好好伺候我。真是给你脸了，出去。哎呦，我的脸，先不要我算了，我在产自销卖汉堡了。怎么卖的？100万。哎呦我的妈！有病，买不起还骂人，太过分了。假如按体重打饭，一只大龙虾上称体重10斤。小猪肝，你吃不起。不行，我要虾。给你小虾米，我再称体重100斤。我的天，怎么可能？给我龙虾，你的100只。哦耶，臭小子，还用秤砣骗我？出去。哎呦我的妈！给我来份红烧牛排，肩上秤体重20斤，这点体重没得吃。不行，我太饿了。那给你小牛排，还不够塞牙缝。那没办法，出去。来，重新称，也就30斤。不可能，我的战甲咋这么轻？塑料做的呗。那我穿10件。耍花招，啥也试不成。哎呦妈！该我了。要吃啥？全羊宴。就你叫死我了。瞧不起我，我能吃全羊宴？难道我小瞧他了？上秤体重10斤。哈哈哈，我想多了。不许笑，只能吃全素宴。等会，我能变身。吹牛谁不会？我还是牛魔王呢。我就是变成牛魔王。姐，你变给我看看。小屁孩变身。真是牛魔王。废话，快称体重10000斤。厉害啊，我这能不能吃全羊宴？当然没问题，吃满汉全席都没问题。那当然，给我。你又变回去了。我能一直变。太厉害了，耶，终于有肉吃了。我想吃红烧肉。你体重多少？称了就知道。体重1斤。哈哈哈，看你可怜，给你点骨头。啥？一根骨头？那给你一杯。我能分身。不相信？分身。姐，就分2个，2斤。分身继续。我的天，教室堆满了。不止，看外面。太厉害了，你是什么神人？我能吃什么？想吃啥随便选。我要整个食堂。给你。姐，谁有我厉害？